听说睡个好觉比得上十片面膜。我觉得女朋友的睡眠，男朋友也要关心才对。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睡美人周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动手哦。把淘好的食材放进锅里，加入清水来块红糖，盖上盖子焖一个小时，能让女朋友睡个好觉的睡美人粥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